上专业的天气甲气象的报道。咱继续来看高雄基地的消防员做水灾也爱救火灾，实在是真辛苦。因为年度大漏水的关系，海水来倒逼，这个高雄基地地势较低的所在又搁出大水。轮到站头前的大路水淹一大片，这个积水是积到脚头那么高，在沿海路段的店家根本没法度来做生意。就在这里艰难淹水的时刻，轮到站头前的一间铁马店又来火烧厝，消防队赶到场撩水拍火。现场规个烽烟散布，厝的大面嘛真急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这是机顶轮渡站头前，大家提破坏器材，击开铁门，撩水救灾。前日看这消防队员，脚拢浸伫咧水内底，不过眼前的地点却一直咧呛烟，大家热心苦尽，而且淹水嘛，让救援变到真硬头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拢盖油喷，都唔知影先怎会火烧厝。无充电，是。到灌水进去，电池放在地上自燃。其实是自行车的锂电池起火。到在现场，无人受伤，不过火警可能跟大漏水淹水有关系，因为机顶这摆淹水有影是真严重。遇上年度大潮，高雄旗津31号淹惨了，水深来到记者的小腿肚，而上班时间通行的民众也都相当困难。我惊掉车啦！好啊，唔敢骑哦。你是要去上班吗？大路做大水，赶上班的民众是头壳冒咧烧，个人骑车骑到一半，我都袂停去。就因为水真深，强强要淹过脚头虎，有民众看到这个画面，都唔敢搁撩水行过。学生摕鞋啊撩水上课，不过伫咧计时较计点片，无所在闪，海水就安尼灌入去，好趁钱的工具拢害害去。高雄市场漳州水上市场，打工人当浸伫咧水内底做生意，生意嘛比平常时啊更加歹。今天我们是有订，人家有订菜，我才来，不然我真的不想做。这个客人怎么会进来买嘛？就算拍开抽水马达，水嘛是退到真慢，好在地人命较无力。哎，无路用的，伊内海透外海，都无做闸门，免哪抽。机顶做大水，水无退，厝内搁着火，好在地人心是解无平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